今天晚了，今天来晚了。十七、十二、十二、十三。也没说是谁把这个吊桥升起来了。一号小会议室，那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发给你的？晚上好。晚上好。战斗。这些是啥？吊车，矿车完全为不加固木板的情况下完成。哦，这样的。二楼，屠宰场用刀追击门德斯是谁？百发百中又是啥？行吧，这个以后再说了。晚上好，晚上好。Come take a look. 哎，这是什么？选择合适的手枪。惩罚者穿透力，威力很大，后坐力也很大。黑尾尺寸小巧，其实黑尾威力也很大，但是比红酒低一点点。马蒂尔达，没说默认一开始的那把枪和这个豪华版给那把枪。弓弩枪先不拿回来了吧，格子有点紧张了。现在新品有优惠吗？没有，黑尾没有优惠。黑尾好小，真的好小，1.4。我现在的手枪是1.5啊，差不太多，但是其他各方面都有优势，尤其是射速，射速和精准度应该差不少。24000还挺贵的。震爆枪，次摇战术步枪，这个是狙心连狙，折翼蝴蝶打折呢，30% off， 那肯定买啊。只有喷雾，物资大也可以买。马格南弹药。购买折翼蝴蝶即享本品免单哦，买了折翼蝴蝶不仅30% off， 而且还送配方是吗？29000是现价吗？这个说的 reloading。Go on, take this as well, free of charge. Information is a commodity. 爽，手提箱不能改。
1900的物资，要不先不买。这个10000，这个3000多。啊，你看，现在已经很少了，耐久已经很低了，但是它依然只要3600。但是我要是把它用没了，那它就要5000。修。12发、10发装填速度。升不起了，熔弹量、威力都已经升满了。Knife needs care every once in a while. Could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折翼蝴蝶，怎么说呢？买了以后给它放包包里。射速0.98，身上不带折翼蝴蝶，它会掉麦林子弹吗？它是不会掉。熔弹量6发、7发、8发。15，我这个有 7.24， 还不错啊， 7.24。 现在这个碎炉者还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可以直接卖掉，这个也可以直接卖掉，仅供出售，仅供出售。Thank you。 宝石、镶嵌什么都留着好了，血现在补血的东西不是很多了，留着吧。菜刀一个，破片手雷有4个，闪光4个，狙击子弹就1发了，录播播放量15，啥意思？哼，这是第几章啊？这是第7章啊？第七章。我有绿草吗？有红草。What can I do you for? 这个高级改造券现在先不买，电量低了。停一下电。城堡的藏宝图还是得买。这个终极改造券后面再说吧。我还没想好是改碎炉者还是改这个红酒。感觉改碎炉者更划算一点。红酒最后也是要改满的，不知道。还有这个红酒的枪托也是，红色草药的掉落率，物资大的掉落率，黄钻石，惩罚者最后也是要换的，惩罚者和这个激光瞄准镜，先换藏宝图，都做完了。我后面还有那么多，行。这是啥？哦，这文件。先把这个买了，然后28，这个就买不起了。高级改造券，后面再说吧。Will that be all then? Come back any. 地图更新。好。刚看已经更新了昨天录播，对，昨天录播已经更新了，再往前的就没有了，暂时继续追。看看啊，怎么合散弹枪子弹6发，现在有7发，合6发啊，12个，这个是10个步枪子弹，马格南子弹我操17个，是3发，这个是6发，12个，真贵呀。不过他要的是小零件，这个算是个好消息。小刀合一发4个弓弩箭，我这个大零件有3个，是不是可以合掉一个？闪光手雷有4个，弩箭雷，要不步枪子弹合一个吧？7发，合一个，还是先留着。
要不要带那个啥弩枪？弩枪就是比较省子弹，也可以选择把这个放回去，然后把弩枪拿出来，是不是？看看，这个麦林这种东西一般也用不上。等不够的时候，或者没格子了再喝。对呀、啊，这样的话，就一发子弹它就会有可能会掉嘛，这样不是挺好的？等它掉好了。一二三四五六，还能装八个格子，先留着吧。好，行。Give me some space. Okay. Stick close. Okay. 好，走了啊！要把存一下，两个代币。好，宝藏图来了，宝藏图！哇哦，城堡好大，好大，好大！这是中间目的地，这是最终目的地，中庭。扩展宝藏。能看看，crossbows, huh? Something tells me they don't want to be friends. 我的狙子弹会比较吃紧啊。Courtyard's got to be through that gate. 红衣主教。Don't think our hosts are gonna roll out the red carpet. 哟，关门了耶。还有啥？投石车。Guessing it's not for decoration. 里昂他们自言自语还挺多。还有啥？没得看了。就三个白点。月亮能看吗？不能看。行。狗狗，他们看不到我，他们是谁？没有宝藏，宝藏过敏。怎么有这种鬼鬼祟祟的声音？新武器削刀，是不是比小刀、菜刀厉害一点？削刀，狩猎用的小刀，看看啊，合成里面我记得是有这个东西吧？削刀合一发是六发弩箭，小菜刀是四发，啊，厉害一点。浪费掉我两把狙，这个要是跑快点，说不知道能不能暗杀他。来点狙子弹吧，心情好。别掉钱了，狙的子弹没了。天哪，这个怎么自己爆了这？
对呀，这箱子整理的太舒服。还有优化空间，我是想拿到这个红酒的枪托以后再优化的，咱不着急优化这个，是吧？红酒枪托是三个格子，三个格的话，后面可以再优化的。Citizen，晚上好，Citizen 今天挺晚的，你还在呀？这就是日本游戏，这就是日常原来。刚才是他们然后从这儿走过去了。火里面不会有东西吧？你别老哼哈哼哈。我觉得这个地方会用到狙的子弹，但是狙没有掉，没有掉子弹，非常遗憾。这关闭的城门要把它炮轰开吧？No no no，被发现了。Holy shit！不要浪费狙的子弹呀！这挺脆的，这是。哪个先出来？我操，这三个人！我打你！没打到，躲猫猫啊，在这儿。像我这么猥琐，应该没人比我猥琐了。跟我猥琐，没有前途啊！不是很有必要，但是有这样的习惯。晚上好，晚上好。Holy shit！还是别乱叫。大爷的！马达罗，阿耶斯达，咻！他还会说那么专业的名词，投石机。我觉得这种时候，他后面可能会刷人，有没有啊？有没有老阴逼们？我看到一个蓝牌，怎么办？打掉他先。六个，awesome。
他自己城堡不要了呀，就这样光一下。能不能打掉他？废话，这个地方应该是后面需要解锁什么东西吧？三个都有炸药桶。啊，要注意的是这个弩箭打出来的这个东西要有地方捡。第四个要用道具摧毁。怎么突然进城堡了？我不知道你错过了多少。看看哪儿来的这。这边是两个还没打村长，那你有段时间没看了，至少错过了昨天。 Holy shit！断了断了。No good。 哦，我知道了，这儿是吗？但我这边看不到它的桶子在哪儿。这边这个还没启用。哦，启用了呀。哎，埋伏一个流星锤，我操！打了个预判呗。哟，这下真的有点，有什么东西没有？没有触发感觉啊，大炮果然是这个，把它摇上去吧，应该。怎么全是钱，大哥？掉点子弹。大炮怎么摇上？哦哦，灯，摇把在哪儿？村长只能看录播，昨天打的呀。嗯，这个录像总是会延迟一点，不会说当天打完当天传，因为当天打完都十二点，第二天传，传完以后等你看到的时候，哎，昨天的录像跟了，这个时候我应该也开播了。先看哪个呢？
这个门怎么开不开啊？应该可以开呀、啊。按错了，我们怎么下去了？哦 ，Ashley 在上面，来等等一会儿。这个炮能打到吗 ？Ashley， 你挡我。一个是这边一个炮，另外一个炮我都没找着。来来了。只有两格了，这个时候就非常捉襟见肘了，叫做，嗯，这个地方呢，我怎么打掉它？哦，看到了。然后就是远处这个了，这边怎么还有个教徒？猫猫来了，猫猫。庞多杠的威力还是可以的。洗了吧那个人。这也许可以戳到，能戳到吗？戳戳看。三个，这是第一个宝藏吧？我看看啊，盗贼2-41啊，第两个雷击啊，好像是，嗯，之前那个啥来着？之前那个商人那边还有一个宝，还有个宝藏。噔噔噔噔噔噔噔，没有那个啥了吧？啊，这边这个流星锤，怎么样？我操，来了他们！耶、yeah, ！打爆你！没落。All right, that went well. 可以。OK， 紫薇好。开步枪看一眼，看一眼啥呀？这是4-6，这是轰炸轰杀纸扎的，
C 将，兔兔，纪念装扮。紫薇你好骚啊，你怎么还有这种东西？不过弩枪这个时候射出去就捡不回来了，已经没格子了。手枪子弹打了不少，打空了也不少。希望进去有一个商人。哎，我记得是这边跳下去，哪个地方有一个宝藏来着？是这儿吗？哪儿呢？啊，扩展宝藏在这儿，这个底下，是不是这个底下？怎么上去？这儿上去。Holy shit！不行啊，不在这儿，在外头。不行，在外头。过了这个门。啊，在另一侧吧，应该是。啊，我看到这个东西了，但是我在这儿拿不到啊。行，绕到前面的地方，回头去拿。现在弩箭不能射，射了就拿不回来了。蓝宝石，蓝牌还有啊。是蓝牌吗？对，四杠六，四杠五，啊，显示了，回头打一打，刚才靠自己只拿了四个，再靠地图。看上去在某个很远的地方有一个，那一侧，是这一侧，但是看不见。
这个方向吗？这个方向。我去。没有啊，炮台那边应该是炮台底下有一个。先把炮台那个拿来。啊，这个。今天来的有点晚，是的，是的，是的。啊，对，对，对。角度不是很好瞄。还是别激我，你看看你，我操，起开。Look at you.点手枪子弹呀，大哥！妈的！是人是猎狼啊，干扰我！我操！这个地方难道是那个地方？这个背后还有没有那个东西呢？圣母雕像。But 什么？圣母雕像脑子后面不是还有一个宝石来着？尖晶石，这次没有了。So that's a request done and dusted, eh? Good stuff, mate. Hehehe.I knew I could count on you. Ooh, what are you buying? What you see is what I've got. No, 打车吧，应该。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 mate. I'll see you right. 不换枪，不用换枪了。What's that? How have we procured these curiosities? You don't want. 是的，我喜欢用土炮，土炮帅。Wield him. Don't get yourself killed now. 没地方放。
没地方放了再说吧。不换不换，不用换。这是打村长钱吧？激光瞄准镜好用，是的，激光瞄准镜好用。是的，子弹太多了，不对，物资太多了。嗯，喝点啥好呢？喷的子弹和那步枪子弹。这大厅怎么感觉比以前还慌？来来来。My castle. Such a pleasure to finally make your acquaintance, Mr. Kennedy. Who the hell are you? Me? Oh, please, call me Ramon. And allow me to get straight to the point. I would like you to hand the girl there over to me. Now. Yeah, fat chance, Ramon. The girl's just fine.With me. Mr. Kennedy, Mr. Kennedy, how noble. 蛇都臭了，蛇一会儿吃了就不臭了。The girl must be ours. 祖传的。But the girl has the very source. Your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tire world shall overflow with its. 蛇卖卖掉2000，买一个喷雾筒5000。我在想5000买急救喷雾，买卖回去多少钱？ Never. You are the lady. How unfortunate. Do make sure our guest feels at home now that he has chosen death. 来来。Leon. Just stay close.哇哦！这个我想一下怎么打呢？5000一个，2倍的话10000一个。那我买一个急救喷雾，再把它卖了，我还能赚呢。别走了。辅助难度二中硬核再卖出去，你怎么这样？我操！You hurt? No, I'm okay. 还行啊你。
也不咋地。鸡蛋不是只有金鸡蛋有用吗？黄鸡蛋、红鸡蛋没有用啊。Welcome, got a selection of good things on sale, stranger. 总觉得有点亏。啊，急救喷雾。嗯，好，想想还是不买了吧，等它掉绿草，给我掉绿草。啊，你看，不用核子弹，它自己会出来的。实在不行，可以把那个弓弩塞回去，这样的话，格子不就有了吗？黄草来了，紫薇白了，你是不是用 PS4 版打的，然后直接同步奖杯？这是啥？Holy shit， 是这个东西，我就不换了。哎哎，没东西，小钥匙。送他上去，没有一个开得了。If we can get her out to the other side.这个我猜也过不去，没有一个门是过得去的，只能送他上去。Locked. There's got to be another way to get to the courtyard. 现在怎么那个倒掉的圣母怎么没有宝石呢？以前有个尖晶石来着，开过了这个，送。Over here. Got it.帧数很低也没关系，一样用。I need you to open it from the other side. 别让我保护他就行了。Okay. 好。Thanks. 我操，这个感觉有蛇。转手就把它卖了，上锁的抽屉，方形锁柜，方形锁柜，锁柜是啥？需要钥匙是吗？还是需要塞蛋来着？1500，好贵。需要这个形状的钥匙，这个是门进不去，
这是啥？是不是该出瞎子了？卧槽，那么快就出瞎子了，是吗？哎，卧槽，死亡潜艇多啊！还有，这是啥？这在上层，上层。这个的上层是什么？有个宝藏，这儿看不见。Looks like we can continue on this way. Holy shit！ 怎么黑灯瞎火的？哇哦！瞎子来了，听到声音了。看守笔记，星星关，不行。瞎子那儿搞药厂。OK。Poor bastard. That's no way to go. 瞎子可以暗杀是吗？两枪就差不多了。你说的是？说的是喷子两枪呢，还是麦林两枪？用刀暗杀，有奖，用刀直接杀有奖，暗杀没奖。而我这个刀很明显不够啊。要简单难度去完成这个成就啊。What was that? Do they keep animals down here or something? Animal. 跑出来进步，杀不杀都行。全程有刀有奖杯，是的。但是，地牢，这怎么还有一个东西？这有个梯子，应该是那个死人绑住的那个地方吧。我操！我拿了钥匙。会触发某种东西。就这，掉下去了可还行。
好，不能碰到这个链条。我操！这，走这儿，不要慌。上去扎刀的会怎样？嗯，他看见什么了？他怎么知道？他每次预判还挺准，有的时候有点看见，大概是。你看，他一直在我行动过的地方。红色柱石，我操！这难得哎。掉这么个东西，有。他要一枪打出弱点，然后再打中弱点，是吧？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打一下，他打在陷在里面的时候没有用的。一开始没注意这个链条，再回去捡点东西吧。还有没有东西了？没东西吗？这是什么？上层。开始下来还有对话，有硬核连狙打准三枪一个，是吗？那我打的不太准，是要打到那个弱点，还是说打陷在里面的就可以，还是要把它打出来了以后再打中？打一枪它只是露出弱点。从这儿上来，弱点，陷在里面那种，还是要露出来。
是吗？应该把 Ash 带下来是吗？哎，那我亏了一个 E。地牢钥匙。Nothing. You were right about the animals, though. Nothing 可行。李阳说：“你看我，我捂着肚子，看上去像 nothing 的样子吗？”晚上好。颜值升满打虫子，挺炸裂的，是吗？哇，步枪子弹狂掉，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这个机制，你哪个缺它掉的？你看我那一个子弹都不足，不做，疯狂给我掉。You okay? I'm fine. Well, for now. 珍藏室。For now, 可还行。要不要吃个药啊？感觉有点撑不住了。手提箱里全是猪肘子，挺像的，你别说。这个场景应该没东西吧？哟，有个鉴金石，我操！戳不到吧？太短，著名特工里昂肯尼迪够不着，一个娃娃。On me. Okay. 感觉要下播了，但是没找到存档的地方。这有什么东西啊？哦，是这个地方，好像有印象。尽头有什么教徒射箭之类的，扔爆竹。Look at all of this. 哇，给他点着了，我给他点着了。把那个矮子气死。铁剑要兑换是吗？把这个剑换成那个剑，就解个谜了。金剑、锈剑，这是要装一把剑，这是铁剑，看看啥意思。Oh shit！ 我干什么？哦，这是三样东西：蟒蛇、老鹰和鹿。都安上去才行，是吧？这是不是鸡蛋扔祖先？不是吧？这儿有。Bet you could ring those gongs by shooting them. 然后呢？
你挺聪明的，然后呢？用射罗，然后呢？这是啥？这感觉是新加坡那个上面，哦，这上面画的这个东西要三样，都打中是吗？那个羊在什么地方？羊？那个鹿在什么？啊，对，这个鹿在什么地方？蛇。鹿难道不在里头？啊，鹿在这儿。哦，多打了枪。浪费啊，先别拔剑。这是啥？Holy shit！ 我干了什么？我能再拉一下把它灭掉吗？四把剑，十二把其他剑。这个人用的是金剑。然后这个袖剑还好，袖剑不占地方。我想想，袖剑应该放哪？袖剑应该放这儿。对吧？这很合理。然后这个金骑士放金剑。然后嘞，这个是什么剑？这个是放铁剑，铁金锈剑啊，这样的。哦，懂了，有道理。杀人的时候他应该要沾血，所以这把金剑还是留在这儿。对，原来是那个什么，楼上的换到楼下就完了。没有那么复杂。Well, it's just a replica. Only a couple of uses for it. 用来杀人可以。李昂，快给他展示一个。Guess you're right. 妈的，别吓我，小子。我操！ Come on. Okay. 哎呀，同志们，杀了一条蛇，又来一条蛇。上天就是认为我这个包里应该有一条蛇，知道吗？所以老给我掉这个东西。我用掉一个，他就给我掉一个。那你说怎么办？那我只能带身上了。对，黑尾更好用，确实，而且威力比红酒低不了多少，然后射速稳定性什么也更好一点，就是不能装红外线，不是红外线，激光瞄准器。好，磨完了，该回去二楼了是吗？前面是圣水大厅了吧？我去，好，来到了这个地方的二楼。Hang on, this is the same room as before, isn't it? Guess we just circled around. 这个地方需要，哦，蛇和那个，蛇和这个东西呗，这不就这个吗？然后呢，亮了一个。
OK， 可以下去了。惩罚者玩到完结了，惩罚者挺好的呀，挺好的。惩罚者带穿透的，我等到一周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也去买一把。Leon,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even think about trying this yourself. Me? As if. 蛇。OK， 先不进去。哎，这个地方、啊。Leon, are you kidding me? Jumping across chandeliers, seriously, who does that? What are you, my mother? 我再跳一次。Don't leave me. 不要过来了，我要过去了。我操！等一下，这是什么？老鹰？什么东西需要老鹰开呢？这边是路，跳下，跳吗？啊！肯定能出去！哇哦，嘿嘿嘿！哟，库拉，晚上好。灯亮，灯亮灯，打亮灯再拉，哦，打亮灯再拉，这样。这个大厅要干啥来着？是要看那个前面。嗯，看一下这个门上写的啥，要三个都点亮了。哦，这个上面还没去嘞，说起来这个上面还没去，梯子在哪儿？梯子在这儿。操，库兰，你他妈的不睡觉。你叫来我这儿干啥你 ？Okay, you good? Hang on. 这个亮了以后呢？那都点亮就不就行了？嗯，没看出他的意图。Holy shit！ 怎么又进去了？不对劲。可以进去的吗？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瞎子我打过了已经。对啊，那其他东西我不知道拉了有啥用。Hey, wait, Leon. 别喂了。我给他都点上，哪个宝藏？哪个宝藏？没有宝藏。那好像这个宝藏要钥匙，这个宝藏也要钥匙，没有了。宝藏我已经都捡，能捡都捡了。瞎子已经打过了，存个档，今天就到这儿先。他看来是从二楼那个地方出去的。从二楼那个地方出去。对，下的刀杀成就等简单难度来做好了。这个是出口吧？这个是出口，一楼大厅是过不去的，从二楼出去。对，还有额外宝藏，对，这个加号就是扩展宝藏。你写的清清楚楚，
好好好，就到这儿。You have the stick. Welcome, Wilden. What can I do you? 提到药什么用啊？就这。Your valuables won't do you much good in the grave. Holy shit, 真多呀！拜拜拜拜。I'll buy almost anything. What's that? How have we procured these curiosities? You don't.Molding a 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 It's a thing of beauty, isn't it?没啥想深的。Pleasant travel.